没有，我当明星赛做准备啊，明年的明星赛准备好了，有点太胖了。我在舞台这边的话，相信我会是第一个人可以达到我的成绩。全力暴击加上完整。啊，五公分给你啊！啊，五公分给你啊！五公分给你啊！不一样，五公分给你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，看一下时间。今天我们要干什么？今天我们要干大事。什么大事？今天我们就是来踢馆的。大家都知道，陈思雅最近就是加入了味全龙啦啦队，成为这个每日 C 小龙女。因为她初登场的时候我很忙，所以都还没来看过她。刚好忙一波完了，我就立刻赶过来，想说来挫挫她的锐气，好不好？看她适应的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哪些地方需要我就是指导一下？毕竟我也是找了她两年了。今天刚好是乐天队上味全，所以呢，我当然还是带着一颗帮我们自己队应援的心，然后顺便看一下我姐姐。你是站在哪一边的？你说，哎，你好，你是哪里的球迷？你觉得今天会有人把你认成陈思雅吗？我觉得不会。我们穿这样哎，陈思雅今天穿什么乐天？凭什么陈思雅穿乐天啊？哎，可是陈思雅在路上有遇过哎，她有跟我说有人把她认成我。那还有假装是陈思雅？她没有，她说我不是。今天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第五棒球场的比赛，突袭陈思雅。为了完美的伪装，我现在跑进大家高楼，我买了一顶帽子。但我觉得有可能他不会发现，怎么可能一认就认？不一定吧？不一定吧？他们还不是心有灵犀？没有，没有感情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他绝对有认出我。他有吗？他有。他以为陈思雅，他有认，他绝对有认出我。你们两个如果看到这一集，在下面留言，你有没有认出我？这不算，两位球迷们。可恶，我错过三场优雅了，好可惜。你有在喜欢？没有，我想看啊。看优雅也算我前辈吧。好 ，AKB 了。这是你第几次来到天母棒球？第二还第三吧？你上次是来干嘛？上次是陈思雅签约，他签约我还陪他来哎、欸，我真的是真的、欸，不要再说我欺负他了。你要不要去那个味全龙商店买陈思雅的周边？有他的周边吗？那、啊、我去看一下好了，去看一下，好，我去看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结果还没有他的周边，太菜了，快有，对，太菜了，太菜了。这视野很好哎、欸。很好，现在来到客场的外野区，这里就是应援团也会在的地方。那我们一起去应援吧，好突然哦！嗨，哇，酷炫！酷炫！哎、欸，看我一来就得分，是不是？看到没有？本来就得。你看我来，他们来站起来。他们拿球坐着。跟我们业务部最善良的同事摩耶接到了一件外套，他为了我的性命安全，把他的外套脱下来给我，为了保住我的性命，对，没错，希望我们今天可以顺利生存下去。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换去前面突袭，要冲进敌营。他不知道我来，对，好紧张哦。待会在五局中场的时候，你要有我们与新兴直播合作的《出发吧野球场》直播活动，欢迎球迷到我们舞台上，待会参加征集大会考的 Q&A 活动。来，现场观众的上场都有几张，好不好？来，好杀好杀！加油加油！今天的分，待会我们一路分享，一起来分享世界。没有，我当明星赛做准备啊。
明年的明星赛，一起来高分数，我准备好了。再来一个高球，不小心又跟着那个节奏玩，不小心三振。怎么样打了？一位的是会打吗？一位的新球迷来获得我们的5000元奖金。赶快在这之间，赶快停播！我等下走不出去。谢谢大家。这一集我确定波娃还活着吗？我有点害怕，我害怕。被抓跑！我要跳这个。你们上！我打拳。你们都摔到天哎，可以坐在这里哦。秀出来！秀出我的了！来，宋翔一起加油！全场一起来！三二三，掌声鼓励！一起来！拍着拍着我们发力，开始开始！飞哥，差一点就会送。1, 2, 3, 还可以吧？下一个来了，你为什么不贴钻石？一起直播，我有钻石。现在让我们来欢迎出发吧。没有贴钻石不对，然后裙子太高不对，然后我会跟球团反应，谢谢，我会跟球团反应，然后有点太胖了。我们在舞台这边的话，想出我会去那个。暴击加上完整，那我5公分给你啊！啊，5公分给你啊！5公分给你啊！暴击，不一样，5公分给你啊！这些人号称是我的粉丝，然后他们今天都在这里，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来看谁，我也没有说我今天会来。然后现在在那边开拍照会是什么意思？看一下现在开拍照会。表现怎么样？你一开始没看到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那时候只专注我要上场跳啊，然后那个 Amy 就一直带着我走，想说要去哪要走去哪，然后 Amy 就先看到我们的，对对对，他原想说我怎么坐在那里，你说他原本以为他想是你哦，对，你觉得我们天母怎么样？我觉得视野很好，对，天气很舒服，天气很舒服，我觉得你可以再有自信一点，可是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，因为就一开始，对啊，而且你来我就开始跳错，对。我知道，因为我也是，如果有熟人在我面前，我会有点害羞。太难了！那你觉得跟偶像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就是不用唱歌啊，但是其实很像，其实蛮累的。我觉得其实你要调节好你的呼吸，对，因为像我之前刚开始跳，我会每一个都一百拍有的，但是我后来发现不行，因为说中间有休息点。哎，那你觉得我们魏权的艺人怎么样？我觉得风格就很不一样，是不是风格就是很有魏权龙的？对。有一些你们的元素在，而且我一定要抱怨一下，就是他来天母球场获得很多追踪，不是我刚很不爽，我刚打开 IG 发现我一刷一排，突然超多追踪了，我很不爽。谢谢农民，你们干嘛追踪他？谢谢你，他明年不会过来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小朋友都超喜欢我，就是有一个妹妹，她叫 Amber， 然后她第一天我跟她见面，她就说你是不是石原的妹妹？我说不是，我是石原的姐姐。你干嘛对她这么凶？然后我就说。你是乐天的，是不是？他说不是，我是魏权的。他说那你接下来要支持谁？他说施雅。对了，没错。好可爱哦。然后从此我就跟他变妈吉。怎么了？不要我不要！谢谢大家。那你觉得他一人开心吗？你觉得他一人快乐吗？哎，其实蛮开心的，他在跟我们一起对对，就觉得哦，我们有带动他们起来。我觉得一人是会让你就是专注在现在此时此刻的一件事。有很多烦恼是不是？是蛮多的。可能就是在跳跳的时候，我是非常快乐，因为我就是专。
而且我今天发现，就是虽然不同队，可是还是会很想跟着一起，就是单纯喜欢放松的那个心情。对，就看到别队 nice play， 所以还是会想要拍手。就像林志升上去，我还是很想帮他加油。因为这并传奇球星啊，每日新小龙。对啊，哎，我刚刚有跟他讲，大家说如果你隔天有球赛就不会洗，大家都不会洗啊。哦，真的，是只有我传统是不是？不然你拿胶带，然后我都会很用力的搓，然后皮肤都会红掉。